好，我这一次要分享的是购物买包包，又是买东西了。对，但是我比较少会分享我购物的影片，因为自己顾小孩真的要有一点时间。那我这一次呢要分享的是这一个品牌的包包，有看过吗？这个品牌的，它在网络上其实还蛮红的，因为它广告打得很大啊。我就是因为看到它广告才去买的，不然我当初最早的时候我是买那个天蓝小铺吗？还是蓝天小铺？我忘记了，也是买类似这样的包款，可是它非常的难用。那我这边所购，我之前购买的还有发票。我买这个的话，它是1380，其实买一个包的话，它应该就是没有运费了。我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包？因为它这个材质真的非常好，它是算是小羊皮吗？还是类似的那种极柔软羊纹吧？它上面的那个购物单上面是这样写，它的质感超好，而且它是那种压下去会回弹回来的那一种，而且它的黑色它非常的黑亮。我已经用了应该有一，我看一下我什么时候买的，4月7号买的，现在已经5月多了，算是快用一个月。因为我算是一个很粗鲁的人，所以他包包也没有什么纹路，而且加上我有做指甲，虽然刮也都还好，但是也不可以用那种尖锐的东西刮，如果用尖锐的那种东西刮应该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它的容量超大，因为它容量的话是 L， 就是算里面他们官网里面算最大尺寸的。那它背面的话就是完全是那种隐藏式磁铁，你有没有看得到磁铁吗？这样看的话是看得到啊，有一点点在那边，就是在这个角角这边，可是至少它不是直接缝在那边，缝在外面外露出来，你还要在那边对准说啊，这是在哪里？对对对，在那边要对准才有办法吸上去。它这不用欸，你就是这样直接啪这样上去就好了。而且我这里面东西超重哦，超多东西的，夹层类超多。我的信用卡很少，只有一两张，但是我的那个会员卡啊，还有身份证啊，还有金融卡啊，就很多啊，所以就是要找那种很大容量的来放。它容量真的是大到一个不行，它的卡夹的话大概是有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个可以放卡的地方。那中间的话也有那种就是也可以放一些那种那个证件啊，还是护照之类的。重点是它这个里面也可以放手机，它的手机用6 Plus 啊 Plus 以上的那个都还可以放进去，我觉得就是觉得还蛮厉害的。还有就是旁边这个化妆镜，它的化妆镜呢让我是觉得说它是目前我使用过我觉得最好拿取的。你看哦，这样都拿出来了，化妆镜啊。可是呢我买别间的它没有办法很轻易的拿出来，可是它却放不回去哦。这个的话不会，你看就这样放进去，这样轻推就好了欸，我没有夸张哦。那它呢另外一边它这个是做的是磁扣的，它里面也的超大超大容量啦，因为它官网上面是说可以放小小只的那种折叠雨伞，但是我没有放，可是我就是放可能零钱包啊，补妆的啊，粉饼啊，还有我老公的钱包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我老公有讲说如果我要买包包的话，他希望我的小包包里面是可以放得下他的皮夹这样子，不然男生其实好像不太喜欢带包包，他都会叫我放在我的包包里面。所以我个人我是还蛮推这个，而且他厉害的是他的那个背带是宽的，是宽版的，他那个质感哦一样是那种很柔软的那种皮感，我很喜欢。它的那个链条的部分都是金色的，所以它好像没有银色可以选。它链条算是中等的粗度，它没有到很粗，但是它也没有到很细，不至于说你背那么多东西还会断掉的问的状况。我会说它比较特别是它有再多送一个小的这个算是卡用在那个旁边那个化妆包的吧，就是放在这上面吧，我在想啊，应该是吧，可是我还没有用过，所以就是跟你们大家讲说他有附一个小的这个
提把，那还有一个是可以让你单肩背。你看我这都还没拆，就是你比如说你只想要背这个旁边这个卡夹的这个皮夹包，你就可以把它扣上去就可以出门的，有没有非常方便？而且也可以当手拿包，因为我个人觉得说他们家附赠的这个防尘袋非常的有诚意，而且很有质感，不是像人家外面那种卖包包附送的那种防尘袋，是那种装鞋子的那一种，就是很薄，一下一扯就破掉那一种。好啦，那这一次我分享的购物就到这边啦。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包包的话，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因为毕竟它价格算是中高啦，它没有到很便宜，就是2000块有找，可是可以买到这样子1300块，我觉得可以买到这个包包，我觉得就是 CP 值还蛮高的，而且我个人还蛮喜欢。我老公目前他还没有嫌过这个包包啦。就是如果下次我有买到我觉得 CP 值不错的话，我可以再分享给你们大家哦。那下次见哦，拜拜。